12长沙晚报 A 股近1300股强势涨停，护市利好接力推出，流动性困局缓解，护指昨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。2015年7月10日6时15分头版 A01HTTP 冒号双斜线 CSWB.Chansha.CN 斜线 res file 斜线2015下划线07下划线10斜线 A01 斜线 A0N.PDF 护指报收于 3709.33 涨幅为 5.76%， 深指报收于 11510.34 涨幅为 4.25%。 长沙晚报讯记者舒元津，昨日伴随多项护市举措集中显效， A 股告别持续重挫，